听说你已经结婚了，她老公是搞金融的。两年前你为了事业发展，在网上随机找了一个人来伪造你的已婚身份，而我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你的丈夫，是这样吗？我要离婚。没有必要吧，哥哥。如果秦小姐你的策略就是这么单纯的死缠烂打的话，不好意思，出去。还没骂够还要追着骂？今天是我太过分了，抱歉。我们能见个面吗？行了，你说你条件吧。我条件很简单啊，请你做我的丈夫。那个，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杨华去当上门女婿啊？哦，你也可以这么理解。喂，大哥，来帮个忙。结婚了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啊，秦施是我见过这世界上最可爱的。那你俩是一见钟情吗？准确来说，是我对他一见钟情。秦施比我优秀很多，她是我所见过的女性中最聪明、最优秀、最有担当、最勇敢。能够跟她风雨同舟，成为她的伴侣，是我的荣幸。像一剑开启，追忆不美，天更新的小天柱。现在不算我缘分。从第一集第一集到永不结束的大结局，我想要每一集有个甜甜的你。老婆，我想要每一集有个甜甜的你。